新的一年才刚开始，南韩民众就深切感受到荷包缩水。편의점의코카콜라 350ml 한 캔의 가격은 1900원에서 2000원으로 마찬가지로 1.5L 도 100원 올라 3900원이 됩니다. 경쟁 제품 펩시 콜라 캔 가격 역시 1900원으로 11.8% 오릅니다.由于原物料和人事成本增加，加上物流运送和能源费用等等，除了碳酸饮料、能量饮等饮料价格也统统含涨，直接冲击到速食等外食餐饮物价。其他乳制品，包括冰淇淋和 cheese 等等，同样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고물가시대에이전과다른어려움을겪고있는소비자들이많은데요정부가이런정책들을시행하고있으나기업들은원재료부담을이유로가격인상을계속하고있기때문에이런소비자들을세심히살펴보고지원해주길饮食涨价或许可以靠减少消费省钱，但跟通勤息息相关的大众运输一旦调涨，怎么样都很难避免。南韩首尔开了第一枪，时隔八年将调涨大众运输票价。서울시는4월말을목표로버스와지하철요금인상을추진하겠다고밝혔습니다지하철은1250원에서1550원으로시내버스는1200원에서1500원으로올리는안입니다南韩计程车也酝酿大幅涨价，二月开始起跳费将从3800韩元上调到4800韩元，上涨1000韩元换算相当于25块台币。民众手头越来越紧，南韩的2023经济前景也被专家看衰。경기가어려울수록화장품이더잘팔린다는속설은옛말이된지오래입니다뭐좋은것들많이찾아서화장품을소비를많이하는편이었는데요즘에는마스크도쓰고다니고해서화장품이필수품도아니라고생각이들어서通常经济不景气时，像家电产品这一类使用时间长、价格高的产品会少买一些。像化妆品一样便宜、使用时间短的产品，购买量会增加。但上个月全部呈现减少趋势，消费减少了1.8%。소비지표가악화한건9월이후석달째입니다숙박음식점업등서비스업생산역시 4% 나줄었는데이태원참사의영향으로대면서비스소비가타격을받은것으로보인다고통계청은분석했습니다南韩经济面临内忧外患，最大的不安因素来自美国利率上调，世界经济萎缩中。대내외여건은여전히매우어렵고특히대외여건악화등으로내년상반기의어려움은더욱가중될것으로예상됩니다南韩媒体忧心2023年的南韩经济由高物价、高利息和高汇率引发的三高危机，韩元对美元汇率跌到六个月来最低的1271韩元。南韩央行从去年八月以来累计已经升息2.75个百分点，1月13号将召开2023年第一场决策会议，预期将再次调升基准利率一码到3.5%。내년중물가상승률이상고하저의흐름을나타내면서점차낮아지더라도물가목표치인 2% 를웃도는높은수준이지속될것으로예상되는만큼물가에중점을둔통화정책운영을이어나갈필요가있겠습니다南韩去年12月出口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去年全年不但出现2008年来首见的贸易逆差，逆差额更是历年来最大，凸显经济风险升高。南韩总统尹锡悦喊话，2023年的经济政策将以出口优先，制定新的出口战略，全力支持维持成长动能，度过经济寒冬。TVBS 新闻综合报道。